这是我们真的是大家要爱班农，这是 why we love you， even you change we don't love you， don't be change。 他我说你变了你就牛肉 no beef no beef no food。 他今天班农先生吃吧，我说我要给你拍下来，没 no time eating food， right， that's why。 所以说今天我们是很今天的午饭特别好吃，说实话我都没有，因为谈的事儿都太大了。我们谈到了郝海东先生的安全，叶兆颖女士的安全，我们谈到了未来新西兰需要我们的保护，我们谈到了澳大利亚现在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，我们谈到了加拿大现在我们知道的情报会对华人什么样的威胁，我们谈到日本什么样会对我们的威胁，包括在台湾香港所有的都谈到这个问题啊，这个都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每时每刻都对我们很重要，我们要做一系列的决定，要不要做这个，要不要做那个，要我们不可能什么都做到，但是我们要做出正确，这就是班农先生，他绝对是我们的 master 大师级的，啊 ，use 100% New Field State 的 founder and master。Thank you. Nobody you know can face to face get the feeling. I'm really honored. I can get your feeling is yours master in globally. How try how Chinese.